参与学院的，请举个手让我知道。谢谢谢谢。其实这次哈、我刚好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了，那再下去讲。因为我刚好第一天就在现场了哈、所以哈、就要参与哈、然后也经历了整个经过。那以前我常常在笑说、有时候我们去那个社域里面、我们都是年纪里面的东西熊笑的。这个去，这个我跟阿扁，当天我拢是年纪熊老的啊，真正真正。哎呀，然后但是也是很感动哦，就看到那么多年轻的朋友愿意站出来，然后大家用自己的方式一起关心哦，然后对这块土地付出哦，像我就是做歌，然后我朋友是刺青师，他就帮大家帮那个成年的同学刺太阳花，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做了一些贴纸。我不爽看中天的、Beats.